以色列在空袭加沙南部汉尤尼斯，以军的炮弹对准了马瓦西的避难所，不断轰炸，帐篷内的难民根本无法逃生，至少10名巴勒斯坦人被炸死。侥幸保住性命的难民指出，以军原本告诉他们马瓦西是安全的避难地点，没想到以军在星期六傍晚开始发射炮弹，轰炸避难所周边一带，大批难民吓得躲在帐篷内不敢外出。入夜后，以军把炮火集中在避难所，多个帐篷接连被炸飞，导致严重死伤。不少的幸存者悲从中来，哭诉在斋戒月的前夕和至亲阴阳相隔。不过，以色列至今没有针对空袭做出回应。